国语有声善书，意翅拱横唐善书孝之律典案例，主著仙佛为昊天子寿灵修士正果之仙佛，西天寿冕菩萨王周将，身体发肤不敢损，今昔观念有异，时代变迁之中，思想适应时代潮流，总是无可避免，但是小枝节可以改变，大原则却是不可悖逆。比如说，昔时人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毁损谓之不孝。因而，古人长发功皆不减，任其盘延。既直今日，西方文明东渐，发长不能整洁，故加以梳理，这改变当然无伤大雅，可以接受，但是身体受之父母，逐渐成长而定型后，若有毁损，已难再生，故珍惜不敢使之受损毁，代为无可改变者也。而其毁损原因颇多，为大致可分因功有不可抵抗之原因毁损，因私没有必要或可以避免者毁损两大类。在念六年前，高雄地区有许多眷村，其中有一户姓人家，膝下有三子，排行老么者，自幼颇为任性，不喜读书，其父兄乃将之强送入军校。严格的规律使他有所收敛，但是及至他分发部队晋升干部后，原性不改，固态复萌，而且因有带兵，更显出桀骜不驯。有一次放假时，他在外游荡，因平素以大声呵斥习惯，形态上不免嚣张，被许多市井少年围殴。原本散了也就无事，但是他越想越气，越气越不甘心，竟在军中唆使及利用职权，在一次放假时带了几个人找上了以前殴打他的人，双方一碰上就不像以前一面倒的单纯，一场混战下来，那些市井少年不知，因而弄得刀棍齐出。这一来，胡某等人有身负刀伤，有受撞击内伤，而胡某更是刀棍其中，损了一条手臂而成残障。是经军警联合查明真相后，胡某还受了军法审判。注：这是典型的例子，少年人血气方刚，借之再斗。圣人早有明训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更何况意气之争，纯属血气而成匹夫之勇，上无以对国家父母尽忠孝，下而造成社会治安问题。如果每个人动血气之前冷静深思，岂不是可以减少许多纷争，更可以珍惜自己有用之身，而不致触犯不孝之罪。如果你是身负家计，在工作岗位上因功毁损身体，尚可落得一个忠字以及抚恤。所以世人切宜谨慎，身体受之父母，应知珍惜之道。盛世著书已毕，无作一简介。吾再世姓周明妃，嫁入王家，自残生前无功无德，过世后刀蒙杨世贤女儿知之，以造功德叩求本堂观恩师之宝调，列为昊天子寿灵修为前修神道功果，邀天之幸得能顺利通过正道考核，而正道西天菩萨果位，实有今日参著宝书与众生结缘之幸也。小编重点整理：一、孝顺非常重要，孝顺不仅可以改变命运，也是获得福报的大动力来源。为何如此？因为上天非常为是孝顺，所以修道没有孝顺父母，那就不是真修道。二、最重要的孝顺就是要让父母回天正果，所以小编建议带父母去求道修道，多做善事功德，并且替父母生前筑集灵修院，只推荐武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与拱恒堂的昊天子寿灵修院。若父母不在人间了，就超拔他们到灵修院，超级重要，可永脱轮回而成仙佛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：一、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，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，入鸾道武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武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
因果，并延寿120天。巩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武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签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巩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予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及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武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，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注籍往生弥勒净土，注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10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三七末节，世人造恶多端，天地间已累积太多怨气，天上诸天仙佛屡屡下凡劝化众生，无奈众生太多不信因果报应，所以把因果讨报速度调整，改为现世报应。望大家把握时光修行，未来灾劫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把握机会超拔先祖、庙宇神明、有缘亡魂与游魂、地基主，甚至为自己与亲朋好友生前住籍灵修院、无极正道院或昊天子寿灵修院，未来往生后可以
去修行。因为太多人过大于功，这样绝对无法回天的。你有把握三观九口可以过关吗？您在世会发脾气吗？会好美色吗？会不说谎吗？甚至望大家都改成吃素，断掉与众生之冤报，这世界就会更和平，恢复以前无灾无难的世界。希望大家一起吃素修行救地球，希望大家能早日吃素修行，多行善，多放生，多念佛礼拜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义赤拱恒堂有唯心宗弥勒道场、千佛墙、五度母转经轮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义赤拱恒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